飘哦，他的写法都是比较弹性哦，这样过来下来，然后看有没有，所以要记得哈、哦，这样很棒哈、哦，一曲，嗯，飞，这样过来，这样先写，一二三再撇，这样这样，好不好？嗯，啊、记得哈、哦，足按一下，下来，好、哦。上面不要太重哈、哦，嗯 ，OK 了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是这一块先写，这个再写，然后再写过来，然后再写过来，中间写过来，好吧？松风的松，其实可以这样写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可以就不用写，这个是直接拉到这里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有点点这样，然后哎，哦，这样拉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哈、哦。继续，好，送你笔破了要修一下，修笔尖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好，竖竖那个，好，你笔尖破了啊，修一下啊。好，这个写法，想写法，按呢按呢按，对不对？嗯，常常的这样写，好不好？少了一个，哎，他就不写，没有关系，他不写，没关系。哎好，再过来，然后从这里，要已经提起来了，在这里要画出来。哦，有没有？不能不提，然后一直画过来，笔画就不清楚。清楚。哎，您越注意一下，这个后面长一点点。好，或者是这样都可以，好不好？这样漂亮哈，小桥。他来过来，从这里进来，一哈，从这里过来，绕过来，然后绕过来，再拐回头，提上来，变成了再过来，然后也可以这样过来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写不错啊，第一行写蛮好的，钓鱼无碍啊，你这个笔破了，你要修一下，要修，因为水笔墨的字比较润的话就不能什么。不能破，比较不好破笔、嗯嗯、啊，比较不会说写的那种艺术啊，或者什么。是破是怎样？哎呦，分叉了。分叉，故意。所以、就是、有的故意留啊。所以要换笔了吗？不是，修一下，修哦，修间。论间，对，论间一下。好，五，啊，五这样过来，啊，五如棒，少了一个什么？力。少了一个力，哦，要不然。他是这样吗？应该是这样吗？不，当然也可以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旁，最坏的应该注意一下哈。好，我要注意一下，这样写，这样对不对？阿嘞，好，阿嘞过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一点点，嗯，好，然后再过来，鬼，好不好？松花立，来立。这样一画，从这里过来，这样过来，看呢，到这里哈、哦，平行上去点点，好不好？不要往上翘哦。好，乱呀，过来，下来，它一个勾就把它解决了。哦，解决里面。好不好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柳 OK 了哈、哦，柳花灰灰。不要这样写。下一站就是我，对不对？虽然写错了，我照改笔。你笔顺错误。不是我的。他没有尖的，他有比较长，但是没有尖。是我啦，我又写错了，是我啦。好吗？啊，果然，这个他往往写的比较长，所以呢，拉长一点，好不好？老师，那这个狼一定要中间一横吗？有。有时候写急不是就。有，他有。光是狼就是要有，要嘿、哦，但是倒是没有一点在这里。哦，嗯、好去少那一点就多那一点。写的不错。好，野风开开太开了，不要写太开了。太开了，太开了，太开了。安内德沃哈，啊，蔷薇。多的改的吧。对啊 ，OK。学生不用风啊，我不在的时候也没人唱。那个雨。啊，跟两啊，好像一都一样，像你就一样，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啊两，啊两不是，两是两点，两个人，哇，他两个人，
中间画对呀、啊，这是梁，这是鱼，不一样，好像，好像，鱼也可以这样写，哦 ，OK， 哦，这都是鱼，好不好？嗯、我敢还是不敢啊、哦？嗯，龙还好，燕它是一个包还是一个都可以了哈、哦，是色哦，来看。好吧，嗯，这样过来，嗯，啊，点一点不点的就 OK 哈、哦，水油都很像哈、哦、，OK， 很像，很像，很像，然后这个皱是这样写，这样过来，一二安德赫，哦，所以这个先写，啊呢，然后再写这个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边 OK 啦，边来，边是这样写，一二三。哦，拉出去，这样过来。所以里面的两撇东西。一方哈、哦哦，好鸟啊，这个看站那看看啊，好鸟。那你说鸟是这样写的哈、哦？嗯，也是可以。好、哦，石纹三两声。好，这个声，看来哈，这样拉出来，啊、哦。按来过来，啊，一二，好，嗯，拉下来。它的两根那个鱼是的，一模一样。宝岛的岛跟鸟是哦，不一样，是岛下面是山，哇塞，然后是东西。哪个、哦？要改吗？按来，按了草书是这样。那上面那个不是就像岛？它是两点啊。他是讲这一画，这一画是因为上面拉下来长一点，应该倒机会比。